as long as I got you, I was running from myself.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御姐就这样爱》，我是御姐爱。今天我们有非常有趣的主题哦，我们要讨论的是男女头脑构造大不同。所以今天呢，我们有邀请到非常大家宅男心目中的女神心有礼再来我们的节目，可以跟大家那个打个招呼一下。看哪边？看这一台。Hello， yes， 哇，你今天穿的非常有诚意耶，因为上一次这叫有穿吗？你不能帮我翻译翻译，什么叫做穿衣服？你不要爽装痛哦。我现在不知道，我这不是爽装痛，我今天本来想说戴墨镜，但我现在一直要翻白眼，你知道吗？但我不知道眼睛要看哪里，对不对？无法集中精神，对啊。为什么不有一期直接在那边？我可以直接看，而且我现在你根本就想要坐我的位置，然后我直接站着。你知道我现在看。御姐爱的这个眼都是斜视，是穿过他的无限远，直接就让他其实是转过去。我都还没有介绍这两位男士就已经自动的出现了。首先心有礼的魅力有多大？阿达 ，Hello， 大家好。还有葛西健二，哎，大妈大家好。葛西健二，听说你每次上节目之前都会准备像期末报告一样好几页的 A4 纸，秀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超级厉害耶。不然的话我就记不住啊，就是我的原稿就是这样子。你要看一下哦，这是你们节目的脚本。对，这是他的原稿，比原论文还要厚。对，然后厚嘞，超厚嘞。对，哎，是日本人做事情都会这样子吗？没有，因为只有你个人，他个人的记忆只有七秒。对啊，要什么意思？很快就会忘记了。他是很容易忘记的人，所以要看原稿。对，真的非常认真哎，超认真。好，那我们待会我们现在要先进一段 VCR， 让大家知道说女友的，就我们来当女友的翻译机，到底女友在讲什么话的时候，她心里其实想的是不一样。我们先来看 VCR， 待会我们要在这个时间也请所有的来宾一起来分享。快点陪我去玩啊！放假整天居然都在打电动，鼓励气息啦，没关系啦，我现在自己去逛街啦，不用陪我啦，你敢不陪我就再也见不到我哥。哎，宝贝你不要生气啦，宝贝不要生气，我真命贱活该一个人啊。生气生理气息啦，跟你在一起不如养条狗。我恨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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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开，陪我回来，宝贝再陪我回来。我偷吃丁梦的铜锣烧胖了3公斤。原来是你。算了算了算了，分手啊！来不快把我扑倒英文。Sweet。这两位男生，你们有看了这个影片，有觉得有共鸣吗？就是女友常常讲的话，跟他心里想的都完全不一样。这个不止女生，男生应该也会有这样子的吧？有。男生在承认错误的时候，通常不觉得自己错啊。没有，原来是这样吗？开玩笑。可是有的时候真的吵架的时候，真的两边的心都是不诚实。因为我常常就喜欢问男生说：“宝贝，你有没有想我？”然后男生就会有。那宝贝，你有没有爱我？男生说有。这时候男生到底心里在想什么？有啊，真的有吗？有啊，但是你没有问多寡嘛？对，那你有多爱我呢？这就不能这样问了，不能这样问。为什么？对啊，我一定会骗你啊。不是啦，你要看状况跟场合。其实我要问说，你们是真的在答真的答案还比较多的成分比较多，还是想要安抚这个女生，叫她不要再闹了比较多？说话要负责任，谁要说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话要负责任，谁要说话？这是哦，所以你说话不负责任。说话对啊，不负责任。那葛西呢？葛西呢？我也不负责任。日本女生比较坦率，还是台湾女生比较坦率？日本女生很少问我说想不想我，说爱不爱我，那个太直接了。然后我们是不是用那个动作来表达就好了嘛？用哪个动作？那不是更直接吗？
站最快嘛，你不用讲的，阿达哥站最快啊。哎，大家要继续看哦，这一集葛西健二要教大家怎么样做，用动作的方式响应。这是 live 没办法。日本人他们就是要跟女生约炮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小动作，所以你要了解，就是你要继续看这一集，因为等一下他会跟你讲，如果你不知道，你错过的话，你搞不好被人家约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样。好了，我们现在先来赶快来看一下网友。日本网站呢，他们对男人做了一个调查，选出有六句话是你跟女生吵架，他绝对没有在反省，可是他前面他嘴巴讲的跟他心里想的绝对不一样。来，我们来看第一名是，你为什么要生气？好像女生有时候会吵架的时候会跟男生说，你干嘛生气？你在生气什么？你会这样问吗？会，有时候会。那为什么要这样问？你是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在生气吗？还是你在生气？可能就觉得他生气的点有点无聊，然后为什么因为这个点而生气？真的哈、啊。那通常男生会为了什么事情跟你生气？就是你这样子的身材，然后这样的外形，那男生就是看了就气消啦，或是你这样。可是如果别人看我，他就会更生气吧？啊？你说什么？我说如果是别人在看，他会更生气。哦，也对耶。好了，听说这个真实的，他背后的那个意义是，这个含义是，女生会觉得为了这种小事生气，你真的是很小气耶，责备我有什么好处？有吗？你们有被女生问过吗？说你干嘛生气啊？哦，好像蛮长的，只是基本上。生气就是要问你为什么要生气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可是其实这时候女生也蛮气的吧？对，就是我觉得是那种是分无理取闹，就是如果他觉得你是无理取闹，他就会说你为什么要生气？那个潜台词就是说你是在无理取闹。那你男生这种时候会要解释说我为什么在生气吗？就男生就通常都会讲道理，然后到最后还是道歉。超级不公平的。啊、没关系，这都是好。真的、哦，所以只要有一个舞台让你们把你们为什么生气。讲出来，对，我们可以用 SWOT 的武力分析的方式做一个 PowerPoint 的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这个时间点要做生气，就像葛西建了两张纸的报告，告诉你他今天为什么那么难受。我们是可以用这种方式，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哎，葛西，你台湾的老婆的脾气比较好，还是日本女友的脾气？我打毛，你这样讲，好像同老婆跟前女友吗？因为总是有交往台湾人。而且他在问的不是说以前，是现在。我在问以前、日本前女友嘛，你总在日本有交过。你前那个字很重要。坦白讲，比起来的话，日本女生的比较文雅了啦，比较有、真的啊、有乖乖的感觉了。对、可是听说你说，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这么温柔，表面上而已。对，会不会比较压抑？就是他们感觉表面上是顺从你，但真的受不了就要啪刺一刀。有的私底下会在，因为是外面不会吵架的原因，所以要给男生面子啊，这是为了原因。这个很重要。所以男生真的很在意女生有没有在外面给面子。会，这真的没办法。你们有在女生在外面如果没有给你们面子，就直接就吵起来。就说你干嘛做这么就会恼羞成怒啊！不管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嘛，怎么样就是。然后男生只要一恼羞成怒，就只有一个方式，大声，就是大声、嘛，对嘛，我错嘛，好嘛，就是。可是那个大声的用意是想要把人家气势压过去。不是，是想要说服自己。说服自己，你还是很有男子气概，你很好，你很棒。原来是这样。对，我们活得很辛苦的。你知道心有点为了非常无聊的理由跟男友这个吵架，就是因为你太爱滑手机了。哦，对啊，你是有多爱滑？他今天手机收起来，对啊，上一次来很乖，这样的时候有那个大家在看那个自己的照片，对，对啊，为什么你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随时随地都要滑手机啊，然后他想跟我吵架或者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还是在滑手机。你是用讯息跟他吵吗？没有，他明明在你前面，然后你还用讯息跟他。比较可怕的是他们在吵架，然后他在直播。我跟你讲，我现在很生气，就是你，那就我真的会气死。如果你女朋友是这样，神经病啊，你干嘛、啊？就说我跟大家讲，他现在真的在生气。你们觉得他？你们觉得是我对还是他对？对，我对的话请按爱心。我对请按爱心，他对请按 angry。请按那会愤怒，这很难的，超夸张的。哎，可是葛西，你，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两个相处在一起，你一定也会对我大怒，因为你好像没有办法接受女生还有你的老婆跟你讲说啊啊对啊哈那个，对我们日本来讲，那个哈就是非常非常犀利的，哈是不可以讲的。台湾的哈是什么意思？哎，是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吗？可是你们日本女生明明就很爱讲哎。
欸，就是为可爱也黑，对对对，我们就是哈，就是哈，你要干嘛？对，啊对啊，你要打我吗？哈哈哈，哦，所以是那种流里流气的小流氓会说，听到哈就开始可以打架的意思。那那你第一次听到发音不一样就对了，哈哈，对，这个是对啊，我有点搞不清楚。他说哈是不行的，那比如说好像吵架，哎，你这样做真的很过分哎，那怎么哦就这样子是不行的，不行的。哎，那我问你，问你，台中人都很喜欢说嘿。嘿还好啦，嘿就可以。因为日本没有那个发音。你现在高兴，你现在是不高兴嘿？嘿，可以。我听到是什么意思？嘿，你是不是太为难他了？然后他要是跟你说山形县的乡音，你可能也听不懂。对，那你那个跟老婆，就是第一次听到老婆这样讲的时候，有觉得很惊讶吗？就是就有生气啊，因为我的那个 DNA 里面有助长防疫的按钮啦，所以就听到哈就生气，就上个礼拜就发生了，袖子就卷起来了。对对，上个礼拜就发生的。哎，刚才我们从日本，我现在不敢讲。我们讲哈，那个嘛，我怕他按到他 DNA 的按钮。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从机场回来，然后下客运的时候找计程车，然后我跟大老婆说那边有计程车的站牌，我们去那边找就好了吧。那老婆就很自然的说哈，我听到哈就我也没办法控制，就立刻生气哈，按钮不要，你说什么？为什么你说哈？这样对，你好夸张哦，马路上对，这太夸张了。可是因为你知道在台湾就是哈，只是可能我们没有听清楚或者是疑问，对对啊，嗯嗯。但是那个时候你没办法，你可不可以把它转换？比如说他其实在说啊啊，那可不可以就好一点？而且表情如果无辜天真一点，其实也 OK， 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 DNA 里面有那个按钮了，就没办法。好啦，那我们小心不要触按到那个日本人的 DNA 按钮。那第二句名言是什么？好啦，都是我的错。其实我很容易讲这一句话哎，但是我内心真的没有觉得那是我的错，因为我只是想说，我不知道哎，我先看一下日本人是怎么讲。他们说绝对是你的错，才不是我的错，只是我觉得跟你吵架很麻烦，所以这一次就让你没错。就这样子嘛，对啊，就是这样，会结束了，对。因为你知道，我觉得男生都是爱面子的，所以我通常会讲说，好啦，都是我的错。其实我是想给你一个台阶，看你会不会现在这时候认错。嗯，你们有懂女生这个意思吗？你说女生说都是我的错，就说哎，就是我们在吵架，然后说好啦，都是我的错。其实我是想要看看你想懂不懂得，我再给你一个台阶下，懂得再给你一个台阶，然后让你讲说对啦，其实也是我的错，我们就可以和好。可是如果你这时候很白目的说，对啊，本来就是你的错，我就会生气。这个要分多种的选项，因为总是就是你一说你错之后，就是我说不是不是，你不知道你错在哪，然后我再继续。我生气。我其实有遇过男生，你现在承认你只是想结束这一切，没有没有，但你不了解你真正的问题在，然后开始一直大道理跟你讲。你知道我有遇过一个男生他一直这样讲，我就说好啦，都是我的错，他就说好，那你讲看你错在哪，是不是很机车？这个很可怕，这真的很夸张。但我觉得女生如果只是已经给台阶下，男生真的就算了，而且你要跟他讲说就是其实我不好，就是两边都讲对方想听的，会死吗？说话要负责任。可是你在生气，要负话。你在生气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不会想要讲别人想听的啊。那心有灵都怎么样？就是你会讲这种说好了都是我的错这种话？不会，他会把右边的肩带放下来。这样也可以。这种道歉的方式是全世界最高的。不是说露出胸部道歉吗？很有效，因为他今天已经来道歉了。我不是他没有要来道歉，他来上节目的。那为什么他要穿道歉的衣服？因为好，没事，好，继续聊。怎么道歉呢？所以你要怎么道歉？我都就是我会私下传讯息或者写字，还在滑手机、啊，还在滑手机哦、喔，文字用手机的，没有，都是写小纸条啦，然后留可能在他家之后留到他家，然后我就先走。你小纸条是写说你只要现在原谅我，我们今天晚上就 happy 一下，还是说，他会写什么？写什么？对，就写说我以后会乖乖啊，不会再这样什么之类的。哇，可是我不会当面讲，我讲不出来。性感女神也是讲说我会乖乖，可是我觉得乖乖从她嘴巴就是讲出来，就有一种觉得不知道哪里乖乖这样子。你讲话好有想象画面，是不是？好乖哦，想象空间很大。哎，那可惜日本的女生真的会比较容易，就是表面上跟男生道歉吗？也会啦，也会，但是也是这样说的，我跟那个阿达哥的意见一样的，就听到啊都是我的错的话，我会更生气啊，
你会更生气。你的错在哪里？那如果他什么都不讲，然后他就肩带放下来 ，OK 啦，对啊，那就没问题啦，没问题啊，对啊。那大家就知道哦，以后就是其实就这样。其实我说实在，男女在吵架的时候，男生其实真的很简单。因为女生只要一撒娇，我们真的会，真的就是随便。可是她说都是我的错，也在撒娇啊。没有没有没有，你刚刚的情绪不是这样，你刚刚是好了，都是我的错，是一种不耐烦。对对对对。哦，不能讲好了，都是我的错。你如果要试试看，你撒娇的。说哈，好了，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这就快过关了。可以，你让心有理试试看，如果心有理试试看，撒娇式的，好了，都是我的错。我不会撒娇。你不会撒娇，那 OK 过关。你看，超级不公平的。他本来想说你会比我更会撒娇，对，完全是因为衣着的关系。哦，不然你们现场要换衣服吗？没有，对，是对不起，我没有想要安抚你的意思。第三句名言，第三句名言是什么？我头脑不好啦，我不懂你的意思，是有是这种口气。这种口气就是想要继续吵架。就是想，我头脑不好啦，不懂你的意思啊，你说什么啊？对不起，我怕了。可是如果换一种语气讲呢，说啊，我头脑不好，不懂你在讲什么，这种也是很欠揍啊。很欠揍，可是好像就是，哎，那。好吧，那算了哈。真的，心有灵讲，心有灵讲，好。其实女生其实如果自己讲说我头脑不好不懂你意思的时候，其实她心里是讲说你怎么这么笨啊，讲话可以先整理一下嘛，这样谁听得懂你的意思？所以女生会觉得不是我不懂。这潜台词太复杂了吧？这个很复杂哎。那日本女生真的，因为这是日本网站做的研究，日本女生真的会自己讲脑袋不好。我很少遇到这种，我遇到的我会生气耶，真的。为什么？这脑袋不好也是你选的？平常就是躁郁症，躁郁症就是怎么样都会生气。他说他是摩羯座，摩羯座不是应该很冷静吗？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这个我完全听不懂他讲的那个真正的意思在哪里，对，太圆转了吧，太婉转了，对，我听不懂。对啊，那所以你吵架的时候你通常是会吵到底这样吗？就是那个台湾的女生比较直接了，怎么说，就是我的错，就是他一直刻着我是有错的那种，对对对对对，是你错，对，那可以继续吵啊。我有发现，就是很多台湾的男女在吵架的时候，会一定要吵到对方认错。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像我就没办法，因为这就是争一个输赢啊。可是他们如果没有分出胜负，是要找背后的哥哥出来的。要约输赢的是。可是很多时候吵架其实不是。就是一个情绪，只是沟通的问题。对，我也觉得其实适当的吵架是蛮抒发的。对。可是因为这些语气都是很有问题，这样我头脑不好不懂你的意思。你想想，如果是 S 姐说，我头脑不好不懂你意思，真的想揍他。这种态度的话，这一巴掌就打在自己脸上，告诉自己怎么会这样子，对不对？这都其实都还是要看语气啊。那如果说你头脑不好，你听不懂我的意思，有好一点吗？我头脑不好，直接。你头脑不好。你头脑不好，你听不懂我的意思。那我还对不起了，是要这样子，是不是？而且你知道，我真的超讨厌在跟男生沟通事情的时候，男生丢一句话说：“这样你懂了吗？你这样听懂我意思吗？”哦，这个我们会常遇听到这种。你说你，我这女生比较，有些女生说这样会比较理性的思考的。有时候是主管啊，主管很喜欢讲这句：“这样你听懂？”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就是这种，对，这种，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管是在情侣相处，还是在整个社会的相处，都是不好的。好，你刚听他在那边讲的这样子臭屁来臭屁去，可是听说唯一吵到哭的就是你。我是水做的，你是水做的，水男孩干什么？没有，那吵不是。啊，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吵？因为我很不喜欢吵架。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这样吵了？差不多是这个情况。我真的很爱你啊，这个 OK 了。对，就是我觉得不要吵架，所以每次吵架我都会很后悔。就是我不应该，就有的时候吵架其实都是彼此认知态度的问题。因为女生跟你分手了吧？不是，不是，就是真的平常相处的吵架。因为我觉得如果两个人相处时间很少，然后难得可以相处的时候，你还花时间去吵架。就真的很浪费时间，所以我觉得一吵架我会后悔，然后我就跟他讲，我真的算了，然后我就落了一脸。你认同你自己有错？我认同我自己，我觉得你情绪上来的时候都会难免都会有一些比较不理性的发言，不管是你的声音比较大也好，还是说你讲出了。可是你要多久会认错？多久会哭？我多久会哭？我不知道，我哭只有一次，但是如果认错的话，我大概只要
因为我觉得很常发生的事就是有的时候只是沟通，嗯，但是其中一方忽然间情绪有点来，大声一点，女生就说你在大声什么？女生最容易因为男生的态度而生气，对，那当忽然间发现，可是男生也会容易因为女生的表情而生气啊，不止哦，对啊，翻翻白眼这种。你刚才真的做得很实，但我真的很久没有机会这样做，我真的 sorry， 很希望有一点这种机会。来来来，我们对着广大的观众朋友翻白眼，翻白眼，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两边都有，所以我只要一发现哇，我一生气对方生气，我马上就会不生气，然后反过来安抚，对，好，但有一些事情你说台湾男人会做，但日本男人不会做，是不是？啊，那个是常常我们夫妻之间的那个吵架的原因呢。例如说，吃饭的时候是台湾的男生是不是常常请客？对啊，就是跟女生一起吃饭的时候习惯请女生，没有习惯，你以为我们愿意吗？这都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价值观念所造成的一种错误的生活。不愿意，不愿意嘛。不愿意请客嘛？我愿意。你们两个讲的都不算，心有你。那男生通常跟你吃饭的时候会请客吗？通常哦，对，他们通常会出钱。大部分都是男生。不一定吗？就是有的时候都是他出钱。可是他们会做做样子，就是那个有时候是分开的。哦。大。通常第一次约会呢？分开吧。第一次约会分开，那什么时候才会请你？什么时候真的在一起之后吧？我觉得这个是会女生会。但我听说其实真的在一起也蛮快的。对啊。不过我觉得女生一开始都会逼迫 go Dutch， 因为第一次约会还没有要在。可是我不会。可是第一次约会还没有在一起的女生想说，我不要让你请，感觉我欠你，我才不要就是。我觉得那就是她没有那么喜欢你。对，所以第一次出去约会，女生坚持要 go Dutch 戏啊。我刚好是相反，我通常第一次。出去约会我会让男生请一下，嗯，然后接下来对，然后真的交往的时候我就是 go Dutch， 哦，真的，跟日本人的想法不一样，不一样，我们是各付各的，因为是这样才会尊重对方，对方有经济能力，哦，对，哦，所以给他面子，请太多次的话，那就代表他没有经济能力，所以你们去居酒屋的时候说，哦，刚刚那个烧鸟串是你吃的，啊，我的，这是我的，对对对对，对，各付各的，哎，那酒你是几杯啊？那如果一起去。我们一起去超市买东西怎么办？分两栏呢，夫妻呢还是男女？男女朋友。男女朋友的话还是要看呢，我的话会看收据，哎，那个是你付的嘛？加，你是多少钱？我是多少钱？这各付各的。这样可以吗？这样有按到 DNA 的按钮吗？现在黑 OK， 现在黑 OK， 好 OK， 啊哈 OK， 啊也 OK， safe， 好，那来我们再来看第四句还有什么。好啦，这次就我当坏人啦，都给你好就好了。没有，真是个，其实女生心里想说，真是个扭捏的男人，这个男人才不会为这种事情生气呢。我嫌麻烦，所以我不想跟你吵。这次就我当坏人，这样，男生女生会这样。这句词也太像是八点档的词了吧？正常吵架会讲说这次就我当坏人吗？这次就我当坏人，这次就好了，就当作是我不好，大家会这样讲。这个可以，就这次就当我当坏人，你当好人，所以现在你要来追我喽。神经病是不是啊？那如果说好了，这次是我不好，这次就当作是我错比较多。没有，因为这种东西都是完全取决于有一点敷衍的情绪。嗯嗯。对，因为他其实没有真的想要沟通，就跟之前的一样，就是我想停止这一切。对，就是啊，我错，啊，都我错。可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吵架，如果你遇到女生根本就懒得跟你吵，这个更可怕。我觉得冷战是可怕。女生有时候你真的要跟这男的分手，就一直在滑手机啊。原来你滑手机是因为你已经不屑在跟这个人沟通了。对啊。啊，天哪！好啦，听说你吵架就是一个很爱讲分手的人，把分手放在嘴边的人。他蛮爱他，真的。对。为什么呢？你是真心想跟他分手？以前叫都是男生说。就是比较常是男生说他们也想要分手，对啊，男生会怎么讲？就说要不然就分手啊。嗯，以前会怎么样？我就哭啊，就是哭的求啊这样子。后来现在比较长大一点，发现不能这样子，要倒过来。然后你就说，那我就跟你分手。就现在叫都会比较觉得不适合就分啊，不要浪费时间。那男生会怎么说？哭啊求啊？没有啊，没。哦，那我上一个是会哭啦，有上前面几个会哭这样子，说不想分。你看过最夸张的，就是你提分手，然后男生做出最夸张的事情是什么事？哭就很夸张啊。我有遇过下跪的。哦，遇过自杀的。自杀。在我旁边说要写那个
写那个遗书，旁边要写警语。我以为你说旁边要写警语，所以我想说我们赶快上警语这样写遗书。对啊，那我就说啊，不管你，我要睡觉了。啊，所以他 就没有在管他，看到他在旁边磨墨，还是用毛笔写。如今日，情感已断，这种好啰嗦。世间已与我无缘。然后他就在旁边拿一个《长恨歌》的，他就在旁边拿一个胶带写《朕知道了》。对对对，已经看过了。哎，听说你说日本女人听话是一种假象，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日本女生超温柔啊。好像以夫为尊，以男人为尊。但是我讲过，那是在外面的，是给先生或者给男。快点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真相就是我遇过有一个家庭的夫妻的，那个我认识那个太太啊，我每次看到她在先生旁边是很乖，然后我就很安静的听，还微笑微笑微笑，很文雅的感觉。后来是那个我的朋友那先生的抱怨跟我说，他即使在家里不是这样子。那是怎么样？因为。日本的家庭是太太那个管理钱的，对，所以太太比较有权利啊，对，所以那个先生是比较下面，对，家里的话太太就是家里的 boss。可是先生赚钱，太太管钱，管钱，这样太太的那个地位还比较高，比较高，所以那没有每次那个每个月给先生零用钱是太太来决定的。你现在是这样吗？嗯，你现在是这样吗？我不是，还好，我的老婆是台湾人，所以我觉得还好，比较自由，可以不用把钱交给太太。不用，我们都是自己管的。对，哇，你看，我扣零用钱真的好恐怖，幸福这样，大家就一直想要交日本妹，没有想到日本妹居然是这个，就是掌内部掌控大权，私底下真的很凶的。对，所以我们就怎么凶？日本形容就是日本的女生有一个描述。很凶的女生叫做般若，是一个能量里面的面具。般若，哎，我的天哪！对，为什么要用这样的面具形容女生呢？就是形容女生很凶的时候，那个能量里面在扮演那个是很凶的女生。对，所以形容她很凶就是。对，这样子。虽然脸看起来白白的，对，但是其实是很凶的。你以为一白遮三丑可以用在这上面？对，因为面白应该是说比较和善还是什么嘛，对不对？结果其实和他个娃娃鱼长这么恐怖，好可怕哦。哎，这其实跟台湾女生比较不一样。台湾女生很多是在外面就是很凶，然后对大家就是大手大脚，可是一回到家里，然后在男朋友面前就整个像个小女人一样，这种蛮多的。是不是？听说你遇到比较强势的，你就会变成小女人。对啊，比较凶的我就会变小女人。杰克骂他，是凶吗？还是说他的条件比你好很多？凶吧，就比较大男人的，比较大男人的，嗯，所以你也是很喜欢大男人的那种女生吧？男生吧？我是说你是那种女生，就是喜欢大男人型的男生的。对啊，哦，好，撒娇哦，可是他不会撒娇哎，对，我不会撒娇哎，对，其实我也是，所以你们都是不会有娃娃音出现的那种，我会高八度，那就是撒娇、啊，我会高八度16度那一种，就是什么比比宝宝那种高是就是16度太高吧，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没有对象，没有对象在这里。对，但是我朋友曾经看过我。你干嘛要扯开话题啊？你有听到他们讲话吗？说什么？他们说什么？都已经最后一集了，还要这样子？开玩笑，开玩笑。对啊，但是我有朋友就是看过我跟我的喜欢的对象视讯的时候，然后他们无法忘记那一幕。他们到现在还在收精吗？他们到现在还在说，对他们说到现在还会想到说，哎，我是脸红。对，只是他们到现在还会就是想到我高八度16度的。真的假的？试试看啦，可以的啦。你对心有礼吗？我对心有礼吗？好。啊，就说他宝贝，你有想我吗？真的。对啊，你是很会撒娇的，我是很会撒娇那一种。你刚不说你不会撒娇？我说我会，他们说他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所以你不会有任何娃娃音出现？不会。我好奇，你刚刚在化妆是明超娃娃音？有吗？我发现你直播都是娃娃音啊。那你说宝贝不要这样嘛，这样这句不要这样。你不要故意用低声。我自己来。宝贝，不要这样。好，那算了，那算了，今天不要。这样你们好不公平哦。好，可惜你说台湾女生还会打男友啊？会呢，真的，那跟日本的女生差很多。日本，你不是刚刚说日本女生很凶吗？可是不至于出手。但不会在外面，不会打男生呢。台湾
台湾女生是在外面打男生、啊。我有看过好几次。你说的打是真心的，用拳头打鼻梁，还是说你很讨厌？因为女生台湾女生掌力很大，你好讨厌吗？啪的一下，啪的那个这样子，斜掌印。没有，我曾经我都一个，我有在那个公司有上班过，然后我的同事是日本人的，对，然后带了那个女朋友就是台湾人，然后他上班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每天去找他一起吃饭，但是他那个男生就回来的时候又每次都有问题，比如说眼镜坏掉了、衣服破掉了，然后鞋子右边的鞋子不见了，你觉得不知道去哪里了，对，然后我每次好奇问他你怎么了，那他说每次跟女朋友吃饭的时候就你很容易吵就打起来，然后那女生就揍他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在餐厅就抓到他领着下来这样子揍那种吗？应该有可能，因为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有被吓的，就是他脸整个都肿起来啊，然后还有流鼻血。等一下这是拍电影吧？然后就后来就我们部门是开那个紧急会议，然后就说你一定要跟那个女生分手了。然后他那个男生就不愿意，这不是男生台湾的女生的问题，因为应该没有听过有这种打法。哎、欸，真的，我有听过。真的太夸张。说真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她也是会打她男友的，而且她男友是在101上班哦，所以是那种从一楼打到101楼，优秀的上班族。上班。然后他们就两个就吵架，吵一吵就。他们就在101的那个下面的那个人行道，然后他女朋友就说：“你到底承不承认你有错？”那男人说：“我不承认。”然后女的就啪：“你承不承认你有错？”男人说：“我不承认。”啪，就这样子打，打了20几下。观光客。然后那男生就说：“你打啊，你打，我就不相信你还能再打。”就啪啪啪这样一直打。然后我当时都在旁边拍照，就大家就傻眼了。开直播，哎呦呦呦，看，大家来赌一下打几下。可是打巴掌真的会啦，我也是看过蛮常这样打。可是真的不要啦，就是我觉得也了不起，就是分手。你有跟男朋友就是出手拳脚相向，是你打他还是他打你？也是为了抢手机。你到底你的人生是跟手机绑在一起耶？那么重要？所以是你抢他手机，他抢你手机？因为我一直滑，他把我手机抢走。然后我就是不想吵架，也不想听，所以我才滑手机。你可以离开那个房间呢。我们不在房间里面啊。对啊。啊，那是这样。然后。101吧，他就为了抢手机就打架，就是他就说你给我，然后你就说我不要给你，他直接抢走了，我把他抢回来这样子，然后有打到，太阳的后裔，推到这样，再推到，最后有拿到手机吗？有啊，就他的死地雷是手机，我觉得他可以代言手机，对啊，就是任何人都不可以让我离开他，对他真的是我的挚爱，这样，来名言第五句是什么？不会吧，你生气了，该生气的是我才对吧？讨厌哎，这个是我是真心话哎，如果讲出这句的话，就是这难道是我的错吗？你难道完全没有错吗？总是该你也错一半，我也错一半，这样吧。你们怎么在晃神啊？没有，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听过？你没有听过？你生气了，该生气的应该是我吧？有，这种都是明明是，我觉得这个状况是在发生在事件其中一个人爆发了，然后其中一个人生气，然后对方解释。然后那个解释完就说奇怪，这应该是我要生气的的那种感觉，这有点也有可能恼羞成怒，对，这有点复杂，所以这你说如果这个立场是女生对男生，比方说啦，今天假设你是我男朋友，然后我查你的，我就偷看你的手机，结果真的发现你跟其他的妹子暧昧了，然后我就跟你说，然后我就跟你讲，你为什么不尊重隐私权呢？对，你信不信我告你？我说你这有什么好生气？应该生气是我吧？我跟你讲，这真的很过分。中华民国的宪法有保障这个人权。So what？ 谈恋爱可以去跟别的女生外遇？我发现我好适合跟你吵架。要不然人家有空10点吵死，拒绝吵架。这种吵架到底应该要怎么那个？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和好啊？你们有没有和好的妙招？和好的妙招？对，其实我觉得当下女生跟男生一样，都是有情绪的。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你慢慢讲，我喝一杯。好，好，继续。爸爸，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他的情绪是那种会爆炸型的，你要陪他爆炸，因为那个爆炸是好的。他释放情绪，跟他爆炸就是一起吵，就是一起吵，他就是想马景涛似的，他就那这种吵法的话，你就要陪他，因为那是释放情绪的方式。可是如果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冷战型的话，他就是根本不想理你，给他15分钟，长则一天，多达半年。那你会给心有理多少分钟玩手机？我不会惹他生气啊，真的啊？应该吧，我不知道男朋友。我有一任是就是他吵完架，然后我们就直接上床就和好了。
有那种，就是标准的床头吵床尾和，但是勾去上床的是谁？是男生说走，对啊，还是你说走？男生，真的啊？好啦，我觉得这一招蛮有用的，但是有时候真的太生气的时候，也不想让他勾吧？对啊，也会啊。对，你可以先跟我们解释一下你的头发为什么剪短了吗？刚看到你的头发变短的时候，有很吓一跳哎。很帅啊，是因为又抢手机了吗？被剪掉了头发？没有啦，想要变帅一点，看一下造型。好啦，听说葛心怡的老婆都会道歉，是不是？哎、欸，会啊，会啦，但是大家道歉的就是好了好了，都是我的错了。可是你刚不是说你很讨厌这种道歉？对呀、啊，所以我很说真诚的道歉要切腹。不用到那么严重。但是我刚今天你干嘛要切腹？因为有小三嘛，直接解决。真的很少说抱歉。比较好强一点，我会啦。日本女生的话说对不起，对不起，会说，但是我的还是我的老婆是例外吗？你是一定要等人家道歉吗？那你自己会道歉吗？我也会，你也会啊。听到对方说道歉，那我也说道歉。那人家没有说道歉，你就不道歉了吗？冷战啊，就等啊，对。你好大男人哦、喔！我是摩羯座的啦。摩羯座很大男人。对啦，如果我遇到摩羯座男友，我通常也都是直接道歉，然后因为他比你还要会冷战。哦、真的假的？对啊，你什么星座？就是会比较那种，我们来玩一个游戏，谁先跟对方讲话就输了，从此再也不讲话。他们就是非常会已读不回。哦，真假？嗯，好冷漠、哦。对，那你呢？你是双子座。双子座就是今天吵完，明天就忘记自己在吵什么了。哎，不用到明天吧？直接就忘记，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吵架之后啊，你一生气，哎，对不起，对不起，我常遇到双子座的合伙人，然后他们就会说，哎，等下我们来签约，然后在下一秒再来的时候就说，哎，我们刚刚说要讲什么生意。然后就说啊，没关系，我们再讲下一个。对，我们的永远都忘记，思绪跳跃的很快速。真的、哦。但这件事情也容易惹人家生气，就是如果你太跳的话。很跳跃，对不对？跳跃，这真的很容易生气啊、嗯！像巨蟹座没办法接受。你是巨蟹座。哦。因为我是那种方向是在那里，你就不要给我乱改我的路线。你要小心一点，对，过来一点。没有没有没有，那你 我们应该是同一国的，因为摩羯应该也是这样。我可以坐过去吗？你很想坐过去？开玩笑，讨厌，你会被网友讨厌，因为现在所有的网友几乎都是要来看他。那很好啊，把镜头，你不知道这所有三 G 都是拍他，我们只有三 G 吗？对，我们没有。开玩笑，干嘛？对啊，哎，听说你吵架是故意要耍任性啊？有时候吧，例如说，举个例，吵架耍任性。对，你吵架的时候是故意要顶一下，要顶一下吗？对啊，就有时候可能他工作比较忙，这个姿势好，工作比较忙，我可能就会就是那边旁边闹，都不理我什么的，就在那边闹。嗯，对啊。可是你会使出什么样闹人家的大绝招呢？脱他裤子吧，没有啦。脱然后阿达就说我要示范这个，我要示范这个。哎呦，我今天特别穿运动裤。很好脱这样子。好荒唐哦。啊、那这样子可以，他们会直接就分心吗？就容易吵架？不会，会分心啊。真的不会吵架、啊，这样就不会吵架。就男生真的是一个下半身，因为火就不是冲到头上，是往是。哎、欸，就你个人经验，你觉得男生真的是个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吗？他们自己都会说不是哎、欸，可是我觉得是，你觉得是，所以只要就是好好控制他们的欲望，其实基本上不会太容易吵架，也不能控制他们欲望吧？哦，可以，可以是不是？可以、啊。他现在正在控制他的欲望，不然他就要想要坐到那里去。对啊，冷静一下。好，没有人关得住我，没有了，一直在 murmur。OK， 我们看一下名言第六句是什么。好，对不起啦，就这样啦，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天哪，听完这六句已经开始生气了。真的超麻烦，是躁郁的。所以这一句也不行啊，你们真的很难安抚哎、欸。就说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这样也不行吗？我对你这样讲，你能接受吗？那、啊、你说一次。不要再说了，不要说了啦。你根本就不想听我讲话吧？对啊。要看情绪。适合跟你吵架。天哪，好啦，来，我们来现在来看一下台湾男人跟日本男人有什么不同。刚刚葛西有讲，对不对？啊，一个是请客的嘛。请客，一个是请客，然后还有说拿包包。对，拿包包也是啊。对，台湾男生是常常有没有是跟帮女生拿包包什么的。我觉得台湾女生好像蛮喜欢把包包交给男朋友。可是日本男生来讲吼，日本女生也是啊，包包就是它的造型的配件之一啦。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所以如果是抢走的话，那就他就少了一个配件，是不是？哦、我们是这样讲的。我都自己拿、嗯。
你对自己，因为我手机在包包里。哦，又是手机。哎，你如果手机，你如果手机在手上，你就让他拿。我认识一间医院，他可以做缝合的手术，要不然我帮你把手机缝在手掌上面。他绝对离不开。哇，为什么手机对你这么重要啊？你都在做什么？你都拿手机在看什么？没有啊，就是揣摩着吧。安全感，就像握着男友的手那种感觉，热热的。那还没有安全感。以前还有其他牌子还会这样子，有一点麻麻的那种感觉。这个也会啊，嗯，哦，震动，震动，对啊。哦，好，哎，葛欣，你觉得台湾有一些大妈是很可怕的，是不是？哦，我有看过一些台湾的大妈，今天我准备个照片。有照片吗？真的，你每次准备照片都超级精彩。你是不是把我们当关键时刻在做？你觉得如果是你这张照片上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形？嗯，是什么？那是我在网络上看到台湾的大妈多么厉害的了。是，那个是，但是我无敌，我就超不起。哎，这你确定是台湾不是大陆吗？那是台湾的了。我看到台湾有一个地方是坐在老虎，连老虎也服从妈妈。哎，当然是当然，对，当然嘛，是当然嘛。武松打虎有没有听过那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传说，真的。你就知道不要乱 Q 日本人故事哦。我他会载那么多东西的，很强壮的女生，那我怎么跟他吵架？日本大妈不会这样吗？不会啦，外面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很文雅的人。哎呦，外面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就是好像有一个人在跟对面的一个大妈吵架，然后那大妈就拿安全帽，然后他说怎样冲过来是吗？来呀来呀来呀，好，然后那大妈就这样，哇，有啊，就拿安全帽，就是在台湾的，是在台湾的，那里面超好笑，超厉害，而且是脏话那个。哦，讲得真好，还有你来，好。对了，你这样讲，我想日本的那种欧巴桑都非常的斯文、客气的，他在电车上都这样失礼しま，然后就好像欠了大家多少。表面上很客气，那他私底下是我刚讲过的，私底下也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日本的婆婆有很可怕吗？因为像台湾很多女生都会觉得有公婆婆媳问题，但是日本的。婆婆对有可怕吗？他说的就是不会太直接了啦，就是都是讽刺的，比较婉转。哦，他们当媳妇是用讽刺的，用讽刺的。你有听过什么讽刺的话吗？婆婆说的哦，比如说婆婆跟那个他们夫妻住在一起的，然后他们夫妻晚上太吵的话，晚上就是说在亲热的时候太吵，或者是那个。那会对心有理说什么呢？那如果媳妇是心有理，那隔天那个婆婆就说：“哦，你们就很加油，加油之类。”会这样讲吗？干巴的呢，想要抱孙子啊？会。但其实是想要表达说，他不会说很早。但只有说你们很热闹呢，热闹呢。那如果心有理听到日本婆婆讲说你们很热闹呢，你会说什么？要起来吗？没有啦，要一起来吗？意思就是要安静的意思，但是他不会直接说要安静。他说：“那你跟公公也有吗？”这样对，刺激大家。哎，听说很多台湾男生，因为很多台湾男生对日本女生的认识是从 A 片来的嘛，那所以很多台湾男生都会想说：“哎，是不是女生说不要的时候就是要？”听说你。完全的否定这个是对对，这是 A 片的影响呢。对，那 A 片里头很多女生都说啊，不要不要不要，ダメダメダメ，然后就是一耶一耶一耶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是真正的日本女生不要就是坚持不要，对，不要就是不要，没有提到的意思。你在说什么部分？是说上床的部分？对，上床的部分。真的不要就是不要了。那是由 A 片带来的很大的错误。可是听说像 Love Hotel 是那种日本特有的文化。那通常日本的现在年轻男女大概交往认识多久会带到 Love Hotel 去？很快的话当天吧。你看我干嘛？当天没有被带去。当天吗？当天或者是我们那个步骤比较快，真的。真的啊？听说你对到眼就一起走了，是吗？哎，他有一句名言呢，他说对对，那个是日本的男生对爱情的观念，这是有一个爱情的观念。对 ，H の後に愛がある。那个 H 的 Ado 你对，解释一下 ，H 就是日本的做爱的意思啊。那在日本男生对爱情的观念就是像英文的字母一样 ，A B C D E F G H I 嘛。对，做爱后面才会有爱。
爱情、哦、H I 对对对 对、哦、可是、欸、这个有可是都已经拿到得到这女生的肉体了，怎么还会就是在产生真正的爱情呢？用过都说赞啊对，就是是这个意思。对，真的啊、开过一台车，觉得它超好开，难道你就要？那可是 H 之后好开，也可能几率不高啊。说不定 H 之后没有很好开，那就没有了。就是没有爱情啊，就是先要练、嗯，然后后来才会喜欢的那个感觉。两边我觉得都是要试的，对，嗯、就是指挥艇组合起来看那个卡榫合不合啊，什么之类的，对嘛？那你觉得大概你认识一个女生多久，你会把她拐上床？不知道，要看他有多想，看他有多想，多想。通常不是男生要就是试，没有对，就会一直试探啊，就是怎么试探？嗯、台湾男生怎么试探？没有，如果女生说不要，嗯，有的时候他会嘴巴上说不要，嗯，但是忽然间亲你一下，哎、欸，那就是哎要亲就算是要、啊，对对对对，哦、那或者是你如果。我现在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有个作家叫 H？ 所以他对啊，那我朋友啊，他翻成日文就是做爱，做爱做爱 H。对，发现不止，他好特别哦，他很特别。我现在是看到他的时候，你刚刚说这句话带不，你刚刚说是葛西健二讲的，因为我刚刚有兄弟脸，我们有相认过。对对对对，真的有这个格言。对，那通常像日本男生在一起交往多久的时候，你们觉得可以把对方拐上床？我是蛮快的耶，是大概多久？我是牵手的部分是大概约会第二次约会的时候已经告白了，然后告白第二次约会就告白，告白了，告白完马上牵手，然后开始交往的隔天就有肉体关系了。告白的时候就说啊我很喜欢你这样吗？就直接说我爱你啊，就这样，可不可以跟我？交往，然后女生如果觉得 OK 要怎么样，手要拿出来这样。这不是求婚，可是不然呢？那不然呢？他说好，那就牵手了。哦，就直接牵，然后第二天就上床。真的是牵手？第二天就上床了吗？我的现在老婆是这样子。哇，我跟他们好像哦，我也是。你也是？我都直接问男生，要不要在一起？是都是你追男生吗？没有没有，前一个是我自己追的。对。然后你就问男生说要不要在一起？就觉得他是我天才，我就问他说要不要在一起，他说好。听说这是个香港人，对不对？哦、oh, 啊，对。然后呢？对啊，就第一天就。然后他怎么样？他有被你吓到吗？他开心的不得了，怎么被你吓到？应该不会吓到吧？那他说什么？好啊，就这样啊。然后你就，然后直接牵手了。牵手，对啊。手都没牵。然后呢？你是？然后呢？当天吗？当天好像是哎。哇。那之后这一段恋情维持了多久？就那天呢、啊嗯？这样呢？你们不要浪费完时间，然后就讲说就是一夜情，然后假装是没有啦，搞错了。应该三个月了，因为距离问题太远了、啊，工作没办法跑来跑去。可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样难道没有觉得不够认识这个对方吗？这不就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吗？个性啊，应该要先了解对方的个性啊，这才会有这个了。对对对对，要先。H no， 这个如何？对对对，这才会有这个。你在讲一次，你没错没错，说的很好，他听得懂吧？我可以跟日本人沟通。H no， 不不不，爱卡爱卡。天哪！哎，不过我听说现在真的是发展到这个部分真的很快。嗯。但我没办法，因为现在其实正常来说很难用告白这件事情。你是说我喜不喜欢你？可是现在真的太多女生都已经跟人家上完床之后还不是女朋友。对，这个真的是不太好，大家要保护自己的身体。你还会这样讲啊？我会啊，我千万要这样讲。那都已经先上完床了，然后我是呼吁我的女性朋友，但我不呼吁我要喜欢的女生。是分开呼吁。我要诚实的说，男生已经跟一个女生上完床了之后。还把他扶正变成女朋友的几率1到100，你觉得有多少？这不能这样讲，应该要看到那个女生她本身跟那个男生的契合度。可是你现在就如果说你很快就跟他上床，那契合度只有床上的部分、啊、就没有个性的部分。不会啊 ，maybe 说他就是之后就是多上几次之后，慢慢认识他的个性。行，那蹲轮完之后，发现他会有一些很有趣。文雅吧，好文雅。对，就是蹲轮完之后呢，发现他会有一些很有趣的行为，也许会觉得哎、这个女生很有趣，然后试着让他发现跟他在一起很开心，那还是会持续交往。哦，所以就是一边上床一边认识对方。你这样讲话会不会太露骨啊？你刚刚是我说的吗？没有比我好到哪里去、哦？没有没有，我用蹲轮吗？对，好好好。来，我们现在来看图表，在暧昧阶段的时候呢，有一些肌肤的接触是要注意，就女生会介意哦。例如说，男生太快就摸女生头发，会让人家觉得很猴急。
可是有很多男生就是对女生示好的时候，他会想要摸头。听说你不行，我不喜欢。为什么？我本来就不喜欢人家摸我头，就谁都不可以摸你的头。对啊。啊，所以如果有一个男生他想要这样摸你的头发或者摸摸你的头，你会怎么样？不喜欢。老娘刚刚进发廊600啊，不要乱摸。可是你们男生都喜欢摸女生的头，对不对？感觉有一种秀秀秀秀小动物的那种感觉。会吗？我不会，我不会。对啊，我不会，不会。你们都不会？那摸摸发梢，发丝会吗？不会，摸那干嘛？一点感觉都没有。要摸就摸别的地方嘛。对啊，你摸头发干嘛？见到你，对对对不对？对不对？我们没有话好聊了，直接进第二项。那有些对，这是一直大家会想的，就是要摸头。直接对女生勾肩搭背，有时候会想要搂一下，会超扣分。你大概要多久跟一个男生出去约会多少次？可是勾肩不是男生才会勾肩搭背吗？就他可能这样子勾着你啊，或是摸摸你的肩膀啊，扶一下呀、啊。你说跟女生讲，哎，对啊，这样好奇怪哦。对，男生不会不。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如果出去三次以内，尽量不要碰到我的身体，我会觉得这个男生比较绅士，嗯，比较没有好像要来就是占你便宜的感觉。你说出去三次都不碰到你的身体，对，我就会觉得哇，他好有，如果我们已经有那样子有暧昧，你们的晚上应该不会开心，就没有了。我跟你讲，可是三次以后啊，第四次如果还有第四次，no 什么 no 你自己持续尝试，你这个步骤。你的意思是说，如果男生没有色欲的话，他其实那个部分呢也不好，是不是？对啊。就是如果说他是，可是恰恰丢的不一定会好啊。恰恰丢，不一定啊。就是我是说，你知道有些男生是很有欲望，可是他不一定有方式。不是，他是我是说，就是他可以不会说完全没有肢体的碰触，但有可能有肢体碰，但完全是有点很尊重女生，尊重到过头的话，就他你能想象他？对啦，我觉得第四次如果再没有的话，就有一点不知道在干嘛。就你能想象，就可能他在蹲轮这方面也过度尊重，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不会啊，说不定这样就是你很喜欢这种。他说：“我可以开你第一颗扣子吗？”可以。那第二颗呢？可以。谁会这么问？我就怕他过度尊重，你知道吗？也是会有问题的，就是他要懂得情趣，还有接触你，但是接触的不着痕迹。没有，我觉得就是男生真的，我觉得年轻男生都很容易很猴急。你知道大叔厉害的大叔，他们是会把前面就是前菜会等很久。那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等到女生自己有一点受不了，就觉得说怎么这个男生都没有对我下手的时候，他在下手，这个时候就会很热，措手不及。对，可是年轻男生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年轻男生会觉得，对他们一开始出去就会觉得说他没有摸到你，好像亏到了。对不对？不知道啊，不知道，没有这种感觉吗？好，哎，听说你觉得直接亲下去这局就定了、啊？说得好。他忘记他 re 口的时候讲了什么？怎么样？你的大绝招是在女生什么时候你会把他亲下去？可是他如果不喜欢你，就像是一只色狼一样、欸。我怎么样？有大不了报警啊。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说，有的时候现在因为你知道大家会思考的东西太多，对，因为大家不管是社群网站或者是交朋友都太多，所以有的时候交往需要冲动，对，这一关就是把那个冲动化为定下来，因为有些女生很传统，有啦，我有一亲下去哇哇，那没办法在一起，对，就是有的时候，我有一个大叔朋友，他就是这样，他太文雅了，然后他就已经连跟那个女生都已经出国玩了几天。然后他还让对分房睡，分房睡，还让那个女生去想想看怎么样。然后结果回到台湾，结果女生跟他说：“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在一起。”对，你不能让女生有思考的空间。所以我说，现在这个时代，告白真的很容易挫败。对，因为你一告白就说比如说让传讯息给新友，你说我很喜欢，可不可以跟你在？这一定死的嘛，因为你有时间。就算你说，你有时间，他也没有对。就他有时间去思考。来，那你教大家怎么追新友里？教啊，快点快点示范，你要怎么样追新友里？我还真没办法，我干嘛呢？我干嘛呢？我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说让大家有思考，因为他会开始想说，我跟他跟着在一起到底好不好？嗯，然后会不会别人会怎么看我，或者是会不会？那我问一下，像新友里这么性感，然后你要追这么性感的女生，你会不会假装就是不在意她的性感？
不可以，我要大大的赞赏他的性感。好、啊，你也比较喜欢这样吗？就有一个男生跟你讲说，哇，我觉得你真的超性感，就是我心中性感女神，就是他也是自己知道他自己性感。对啊，所以你一直称赞，就像我觉得称赞一个美女，你要讲她有气质或聪明、嗯。哦，那所以说她感性，所以讲你什么，称赞你什么，你觉得最东西？我觉得你厨艺很好。哦，这个可以、啊。你看，真的、啊，或是我觉得你真的，我觉得你真的非常聪明。是一个很聪明的女生、没有，这是说话，这是说话。那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独立的女生。别说话，我觉得你是非常努力的女生，有一点点。那到底讲什么你才会高兴吗？他刚讲了，他厨艺啊，厨艺啊。那称赞具体的才华。对啊，对啊。我觉得你很会滑手机耶。这是赞美吗？这是酸啊，是不是？天哪，好啦，第三点要注意是什么？车多人多的时候扶一下手或腰很加分。我觉得手 OK， 加分你都会加分吗？手 OK， 背也 OK， 但我不能腰。过马路的时候，因为我的那个就是没有腰，所以当男生如果在插在你的腰的时候，我就这是你别人的问题。没有，他是怕男生一发现，哎，对，他说哎，你蛮肉的，一摸之后手就啊。那你 OK 吗？如果车多人多的时候扶一下，可以啊，腰跟手都可以啊，腰比较好吧，因为你有腰啊，就是有什么的时候就会让人家摸一下这样子。那也不一定吧，有什么就。好啦，那你通常要怎么样跟男生告白？你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跟阿达告白。我来喽来喽，我们等一下后台，我们等一下后台领用钱，居然让你有这种好康。好，我就直接问呢、欸。好，哎、欸，要不要在一起？好。太快了！你刚刚还没有问他就说好哎、欸。所以他是直接挂的啊。他是直接挂。那我看上眼就问啦。哦，所以现在我们真的在一起了。不是，就是你会问。是示范，是不是？对，当然是示范。只是示范哦、喔。对啊。哦。冲过去啦。不要啦。他会害羞。那葛西呢？如果你要跟葛西告白的话，一样啊。一起带路是不是？那葛西也会有什么反应？说一遍、嗯，要不要在一起啊？好，好，好、啊，好，已经没有其他的答案呢。在后面有床，你要希望，你希望的是哦，后面有床啊。就是你希望，你们都不用像女生一样思考两下吗？哎、欸，还真的。比方说，哎、欸，那你现在有没有其他在交往的对象呢？或者说，哎、欸，我是你喜欢我哪一点呢？都不会问啊。是我是我第一次见面吗？还是见面很多很多次？就是第一次见面好了，也可以那说好吧。那那见面两三次了呢？也是说好、啊，也是好了。那有什么差别？好像写好再说。没有，应该是说要，你是说他的告白方式会一般有什么不同？对，因为男生，我幻想男生也会稍微有点矜持。就是你都是直接，应该说他你是面对面讲，还是说面对面啊？你通常面对面讲、嗯啊。你会是那种，比如说像是两个人散步在走，还是说吃饭的时候？嗯，那你要告白的时候，你会穿比较露吗？不一定哎、欸，还是你会特别把它包起來？可是像我看到我之前那个香港的是，就是我朋友带来，一看到我就很喜欢啊，我那个晚上就讲了、啊，真的、哦。所以我也没有决定要穿什么、啊，一带过来就说，哎、哦欸，先生，不好意思，我很喜欢你。可是你会不会怕被拒绝？就算了，你有被拒绝过吗？嗯，我只有对他比较直接而已。哦，其他都是等着人家来。嗯，因为天菜耶，是怎么样的人是你的天菜？叫我们把握描述一下，描述一下长相，也不是，就是他就很，我觉得好看啊。听说你迷恋他讲粤语的样子，广东话，我还蛮喜欢的、啊。我觉得讲广东话男生很帅。广东话，我搞我说我来唔系东入边风入边风，我化妆翻自己唔就跟人家差人家即系人嘅中国人啊，我唔排斥就可以。最尾可以刺激一个男生的那个语言能力，是不是？那讲日文的男生怎么样？乱讲有吗？啊，他说讲一些，讲一些，快点讲一些，讲一些日文。日文哦，日文。我要跟他们说，我先讲。エッチの後に愛がある。变态，变态啊！哎，你不是要分享吗？教我们说怎么样是性暗示的一个小动作啊？对，我不晓得台湾有没有日本的那个おじさん，他们有一个暗号。对对，心有理来坐一下，你们在这里坐。嗯，来，你过来过来，你到他旁边好了。建二不一定门口有警车。可以好，可以。建二的老婆今天不会看这一集。小姐哈，要不要握个手？握个手啊。
太变态吧。第一次见面吗？第一次见面好了，我不敢哎、欸，不敢握手啊。那如果想要握手呢？好了，假设我们来练习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算是这样。哦，他会在食指这样子，这样子，那我那个绿本食指会抠暗号，翻过来，要给镜头看，来表演一下，哦，这样子，然后这样子，这样是可不可以炒饭的意思？可不可以炒饭？然后对方女生也这样的话 OK 的意思。哦，他也回抠你，成立，对，嗯。然后是今天就炒饭吗？决定就 OK 的意思，马上去。用哪只手指头有差吗？你就看你喜欢。现在是第三只还是第四只？这个吗？也可以啊。哦，所以都一样。食指啊，对，差不多就是。那像日本人很喜欢那各付各的啊，那如果去 Love Hotel 是各付各吗？应该那个是要男生请吧。男生会付钱，男生会付钱，然后保险套也是男生准备。有时候是女生准备啊，男生的保护自己。哦，也对啦。那我跪回去吗？啊，可以。大家都坐在心友里旁边，超级不自在的，明明就很想看这样子。可惜脸红。对，今天所有的来宾都脸红，这样。好啦，要注意第四点是什么？等一下，可不可以先告诉大家，台湾如果抠人家手心的话，是会被打的、啊。这件事要呼吁一下。应该会，对不对？应该会。台湾有这个习惯吗？台湾如果你这样抠人家手心呢，他就会被过来，然后呢扛在肩膀上，这样过肩摔。好啦，第四点是说，在倾听心事的时候，轻握肩手会很加分。好。可是你如果没有跟他有暧昧，怎么会就是倾听心事的时候还这样握着你的手，就很恶心啊！对啊，很恶心。对，所以大家还是看，有时候我觉得还是就是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这样子。好喽，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是刚我有在我的粉丝团预告，就是今天是玉姐就这样爱的最后一集，真假？所以非常谢谢所有的来宾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度过最后一集。那最后一集呢，也要非常谢谢。就是我啦，我要非常谢谢制作单位还有 ET Today 所有的高层长官们，然后希望很快可以再见到大家，拜拜拜拜拜拜。